耶利米书第二章第十一节，岂有一国换了他的神么？其实这不是神，但我的百姓将他们的荣耀换了那无益的神。信仰其实是比翻工更加要求高的，而事实上里面重要的是不单止你要面对劳累啊、付出啊、摆上啊，还要是遇到很多人身攻击的、主耶稣基督有没有讲到关于信主你会遇到的人身攻击、遇到的逼迫和迫害、有的、这个是四福音讲的，主耶稣还是对他门徒讲的，你知不知道？原来神在我们的信仰上面呢，是要求的东西是根本一份工，即是你去见一份工，他那份合同当中写都绝对不敢写，所以一点都不夸张的，即是我说将信仰冲淡100倍呢，就用翻工去对比。但是现在所以变成如我所说的，就是当时我开始头五年呢，起码帮助当时身边的我教的人呢，是看信仰是重要的份工，看信仰的要求是比一份工更加高的，是让他们真正知道什么叫做为主而活，而不是说信了主之后继续过自己的生活。因为其实你会看到很多人所谓怎么为之过自己的生活，就是说信了主之后仍然按住自己的需要去行事为人，找到很多藉口，而并且他继续活在自己的梦想当中，他口称主为主，但是由头到尾没有网管的。因为为什么？因为他是将神可以说抛诸脑后，有这么远得这么远的了已经。而事实上有这么远得这么远到的阶段，他总之见到身边的人真的是爱主的话，他就说人家迷信或者人家很沉迷，那你就会知道就是这些人距离天堂是几么远。所以你要看到石安呢，由早年开始到现在，很多弟兄姊妹他们信主呢，是一定真是爱主的班，一定是重要过自己份工。很多时候就算连我们教会当中初初回来第一年的弟兄姊妹已经转份工，希望能够使他能够固定回主日，固定回家聚，已经是到这个阶段。甚至现在你会看到很多时候我们教会当中的主日当中，有很多在直成大陆呢联群结队地来香港，到礼拜日的时候聚完会回去，这样的这个就是我们一开始的时候的信仰已经是有这样的榜样，有这样的教导，是有这样的方向。因为圣经是根本是可以说呢，铁证如山一样呢，证明信仰是要这样行、但是问题有些人呢根本是不求甚解、只是选自己要读的东西来讲，然后其他的这些一概不接受，这样去度过这个信仰。但我想你知道最终受害者呢是这些自欺欺人，因为那些愿意为神付出的人，他都不介意你说他迷信，他都不介意你的逼迫，因为那个真是神预定我们要为神去经历的一部分。但问题唯独那些自欺欺人以为自己可以平安度日，这个就是他想着信了主就是为了这个理由。那我想你知道你得到你得到的东西了，因为你信主为了平安度日嘛，是不是？那你就得到你平安度日，不过不会保证你上天堂，是不是？因为你信主上天堂的话，那你就要看看所谓 requirement 了，就是那个的要求了。神其实要求每一个信主的人他做的究竟是什么。所以当我开始教会的时候，我就会揀很多这些这样的见证去分享了，就是揀一些爱主的人，他们自己怎样去放弃自己份工，在他们一生为主而活，在侍奉当中他怎样讨神喜悦而为神带领了好多的人信主。我就专揀这些慢慢去建基我们最早期的信仰。因为为什么？因为这个来自就如我所说，我最早的头五年的美丽的误会，就是看头五年可以训练一些人能够做我做到的事。所以于是乎我一定要将这个心态去带给他们知道，就是说起码他们头五年就是真的懂得什么叫为主而活。而事实上当然这个全部是来自圣经，因为我能够去变到我自己当时开始石安教会的光景，就是我从圣经里面学习这些标准。这些标准其实是最根深蒂固去改变我的，让我知道就是说我信主是还要比一个学生更加专业，还要比一个翻工的人更加委身，我才是叫做信主嘛。那我也是这么认真对待我的信仰，是超越我对待我自己的学业，超过我熟悉的人对待自己的工作，咁我先至能够有咁嘅信仰。所以变咗我将呢个心态呢喺开头呢就係、藉着唔同嘅见证唔同嘅榜样，而唔係一开口就讲出而家今日我自转而家讲呢啲番嘅说话啦，係咪？因为吓亲人㗎嘛，
你一讲讲到哇，你咁巴闭啊！你话好多基督教嗰啲嘢系错噶，系咪？嗰啲咁样嘅依靠仪式啊，喺度装假嗰啲错噶，唔系喎，嗰啲都得噶，神都好容易俾我哋呃嘅啫，又唔见神审判佢哋，又唔见神击打佢哋，又唔见神击杀佢哋，系咪？即系你会变咗好多真论。不如你将一啲真真正正美好嘅见证咧，让我哋理解，让你知道世界上有一班咁嘅人，而其实咧，让我哋期待咧，佢哋都系向呢个方向，因为呢个方向咧系激发咗佢里边嘅真善美。所以变咗我系揀，譬如你听翻我早年啊一啲嘅信息啊，或者天国比喻啊，或者系甚至系我所讲嘅呢一啲嘅加太书啊，都系将神嘅美好同埋咧一个选择为神而活嘅美好咧去分享出嚟。但系问题每一个内容个质素咧，都系远远专业过一个学生，并且认真过一个翻工嘅人，咁样嘅层次咧去开始石安嘅信息嘅。咁所以变咗感谢主啦，咁真系发觉系传达到嘅，因为自此以后翻到嚟石安嘅弟兄姊妹咧，佢真系看佢自己嘅信仰系重要过份工嘅，佢真系看佢自己嘅信仰重要过佢嘅学业，因为好简单，你个学业最多咪应付你自己下半生嘅需求，但系而家我讲紧永生，而事实上呢一个真系细估唔到啦，将要系神让石安成为好多人嘅榜样啦。但系当年咧就系因为呢个美丽嘅误会咧。就衍生咗石安最早期头嗰五年嘅所有信息啦。耶利米书第二章第十一节，岂有国换了他的神么？其实这不是神，但我嘅百姓将他们嘅荣耀换了那无益嘅神。专一爱神，无论乐福与祸困，我愿存活。为要救失丧灵魂，将心献尘，求可倾出这赤心，顺服真理，请主再度引。专一爱神，无论乐福与祸困，我愿存活。为要救失丧灵魂，将心献尘，求可倾出这赤心，顺服真理，请主再度引。带着诚恳，分享救赎后恩，不计付出，只盼没遗憾。赞颂神恩，不管有穷途劳困，甘心决意要应奉这生，又像恶运。